很后端，哇，酷哦！还在想那个前后的那个绳子要怎么做比较漂亮？前后的绳子，所以这是光荣的实际的。2007年，后来有改吗？应该基本上就是延续到现在，就是有些绳子可能因为在维修的部分就有的像。可能这个断掉，这个断掉，两个接一起，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这边还会有个吗？在可能这边吧，在后面。对，这边会有一个，可是那个时候没有画在设计图上面，我就没做出来。哦，对。但后面还会再看。甚至后面就是这样，只是我还做到一半，对，还有四个要做。这边也没办法，那个没办法延伸啊。哦，没有，就直接锁在那。直接锁在这里。哦，对，这就是现场状态啊，只是我现在还在做这个绳子，对对对。嗯，对，这个螺丝已经先试试看这样。对，那是。尾段会变这样。对对对。两边。四个螺丝。所以前面也会是这样子。酷哦。所以鱼就从这边，鱼应该是说这个是我们原网，对，然后鱼大概鱼的习性，因为如果是以我们的网带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基本上黑潮就是都是通常是反方向，黑潮是从这边来，对 对，然后鱼就是从这边看到这边会阻碍这样就分，然后就会进到运动场这个区块，然后慢慢让它稳定下来之后。潮流又这样一直带，会带进这个洞口。对，那这也是就我们起网，就是你常常看两只船在那边起，就是这个位置。对对对，大船会开到这边，小船会开到这边。对，然后大船就慢慢收网，一直收过来。它会从这边对，然后就把网子一直这样立过来，对，然后鱼就在中间，然后就把鱼起起来，然后放。就载到小船，然后小船再开离开这样。但我看有些啊，有些渔场作业的确不一样，它可能是，两艘船是这样，都是前后这样，然后对，然后收，然后就开始 V 字形这样过来，然后再架起，对。所以这渔网开口都是实际的定制厂的渔网开口，对，所以这边就没有开口，对，这边没有开口。所以你们有，我之前看你们社群里面有讲第一网、第二网什么意思？是这样吗？第一网、第二网吗？我们这边有时候像我们台语好像会跟日文相反，因为我们日本人来讲的话，这边是温斗吧，就是运动场。运动场。对，然后noli 吧，好像就是身亡。noli 好像有楼梯的意思。对，然后我们台湾就翻成是楼梯这样。那进来，然后这边他们通常会讲是第一箱网，然后第二箱网，箱子的箱，对，箱口。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台语倒是反过来，就是说掏捆立捆，对，就刚好相反这样，对。所以他们你们啊。所以这边如果没有鱼的话，你们会在这里再看看？也没有，也不会，就是等这里，都是等这里这个区块。那其实我们现在一直改进到现在，其实内组我们两组，一组外组，一组内组啊，外组已经改成只有一个箱网了，就没有这个了。哦，就只有到这里，就只到这边，然后这边就跟这边一样，就是对，然后一样大船是在这边收。那外组是在外面有更大一组吗？还是这样。其实我这样问会不会太烦？其实不会，很多状态就是像如果说你有机会打开那个我们 Google Map 的话，对啊，现在它就是有很明显的就是呈现，对，如果说以这个状态，你看这是外组，就只有一个箱网，对啊，内组的话还保留两个箱网，对，我懂你意思，对。所以比较外海的那一组，对，就是外组的。那其实也是我们也是就是一直在做尝试，因为其实你流水看准的来抓的话，其实，为什么会之所以会设置到两个箱网，就是因为怕说，
流水的关系，有时候你只有一个箱网，然后鱼留不住。对，那就会倒流。所以才对对对，然后所以才会设置第二个箱网，但是。这样的问题点也是在于说，如果你流水过大的话，其实两个网子的那个阻力其实对流速的阻力其实很强，所以对于网子的负担也是会它的结构也是个对，所以有时候到现在我们的规划就是外组就是只用一个箱网就好，因为越对越靠外面的流水流速就比较越强越快的越强，流速越强容易会崩坏什么的哦。啊，你有可能会看到是像是家风还是他们就是好像分鸟林那边就是分鸟林那边的定制渔网可能就是双开口啊，对对对，我找一下双开口就是双箱网在两头，但它尾端都不会有开口吗？对对对，就变成是说这边可以骑，这边可以骑哦。对啊，他们那边的状态就是流速就是比较缓和，对对，比较缓。那海流不是会一直改变吗？其实因为地球科学学到，就是海流 会稍微会有偏移啊什么的。对啊，对啊，对啊。可是那个可能也都已经是几年一轮这样，我也不晓得。对，这个可能就很地球科学了。对，哇，这是我这是第二王，对，第一王。对对。酷欸。像你们那个明发也就是双边头的哦，对对，他们就是两端都可以骑的，对。那这样不是比较好吗？这样感觉量比较大。可是那边是代表是说他那个黑潮上来可能交替的那个比较平均哦，对。然后我们黑潮这边上来可能时间会拉比较长。其实这边就等于说。可能有时候，因为我们像是每个虽然都是定制渔网啊，但是每个地域的海底的地形条件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像是统盘窟啦，或者是南竹那边，他们那边的流速都是比较比我们这边还慢，比我们这边稳啊，也不是慢，比我们这边稳。你们这是战斗区，对啊，我们这边就是刚好东北对不对？黑潮这样进来，对对对，这样。而且，你如果说是可能还有所谓的那个支流，支流，支流。看一下，还是我收在另外一个地方。我收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已经是接近是完成型的，就差这个，对 对，就剩下这个这边这一个头，还有这四个头。哇，完成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黑潮肿瘤了，然后可能还有腹支流，腹支就这个就很地球科学。黑潮一直上去，就是一直到日本那边过去。嗯，就是。那这边就这样，这边也会拉吗？这边其实基本上是会，其实会拉一段，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鲤鱼箱车，对，对。